不小心欠钱啊，趁那个无人之际啊，就进入店内啊，将两台废币机啊，用力拉扯啊，整台搬到那个货车上啊，发现啊，这是一部啊失窃车辆啊，车牌啊，经查询啊，是另一部车的失窃车牌啊。我们啊，侦讯完毕后啊，将两名犯嫌啊，依共同窃盗罪嫌啊，移送来侦办。人来对不对？看到他，然后他也是往里面看，后来我就去做我的事情了，做完事情之后，我就听到我师傅的声音出来。当时就讲说，他跟我们老板说要买冷气，然后我就说，你确定是跟我们老板要买吗？我说你先不要搬，你先来，你先过来。然后摩托车那个人一直抓着要搬东西的那个小偷，一直拉上车，然后我后面说你们不要，我已经看到你们脸，然后又没有车牌，然后我说你们不要走，我会报警。然后那个人就说拍谁，然后就骑走。前往送检等两人住处查缉，犯嫌见警方登门，自知事机败露，遂向警方坦诚犯行。全案侦讯后，将两人依窃盗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